员 NoNo 去年遭小红老师等人提告性侵，目前陆续审理中，小红老师又陆续报三名受害者，将过程具细腻的全数写出，而且是未曾曝光过的受害者。 NoNo 从去年6月就消失至今，已经九个月不见人影。冯雨婷爆出最新近况，透露 NoNo 都在屏东一带的宫庙，非常虔诚还变瘦。其实今年 NoNo 妻子朱海君就在屏东唱跨年，也有在屏东录超级夜总会。经冯雨婷晒出读者给她的照片， NoNo 穿紫色上衣，神情严肃在碾香，不过看上去没有到暴瘦20公斤之程度。对此询问经纪人，表示那正是 NoNo 无误，但对于其余近况则未多松口。海君，海君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海君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海君姐还好吗？海君姐有什么话想说的？谢谢。大家好。谢谢大家好。感觉那种傻的滋味，整个心都一样往上。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好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海君姐有什么话想说的？Thank you.
我又回来唱歌给你们听了，谢谢这一位从台北下来，搭了六七个小时的车吧，带这一首立马丢爱林奶，谢谢。这一位是金曲歌后咯，嗯，没有错，金曲歌后朱海君。尖叫声，我又回来唱歌给你们听了，谢谢这一位从台北下来，搭了六七个小时的车吧，带这一首立马丢爱林奶，谢谢。手机给我一下，谢谢。同款一班公车，穿着袂体恤的布衫，一天又搁过去，也是一天又搁失去。吵吵闹闹的路，走过偌多年的风雨，门边的彼个位置，敢若伤了解我的辛苦，你若知。会过，会过着怎样的生活？人生的这条路，要为倒开始哦。行过这纷纷扰扰的世界，都有是属于我的所在。是青春无奈，时间不再，茫茫飘飘过落几代，总讲要。有一摆，我会有什么款的了解？人生的选择，哪有可能重来掺一挂感慨？你嘛着爱忍耐。